林书豪在加盟记者会上揭下湖人球衣，宣告转战洛杉矶，未来将穿着十七号紫金战袍拼战。这也意味着各位豪迷，你们的荷包又要失血了。林书豪即将在洛杉矶掀起湖人版的林来风，而他的转队也掀起了全新商机。好比说，我身上这一件 Jeremy Lin 十七号球衣，周六下午在东区旗舰店开卖，全台限量五十件。尽管要价不菲，还是吸引了豪迷趋之若鹜。俗话说，限量是残酷的，特别是只有五十件。林书豪十七号球迷版主场球衣，虽然是三种市售等级中的最入门版，湖人 logo 和十七号都是烫印上去的，但还是要价2990台币。对于林书豪的铁粉来说，哪管得了那么多，先摆再说了。贵，2000多块。比较喜欢最重要，对啊。其实这是兴趣啦，所以贵不贵不是问题。湖人队嘛，因为之前都默默支持他，现在要行动啊。球星转队就是商机，而且对许多台湾 NBA 球迷而言，湖人本来就有很大的市占率，而且这回要和 Kobe 并肩作战，让许多死忠湖人球迷相当兴奋。而这也是这位仁兄在开卖前两个小时就到现场排队的原因。老实说，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火箭的那两个组合，对对对，个人喜好。然后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那个老大的球迷，然后所以今年刚好林书豪转过来，所以我就想说来支持一下，帮他买一件球衣。其实排队人潮当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入手 NBA 球衣，不只因为林书豪，更是冲着湖人而拜。毕竟诱因实在太强，林书豪加洛杉矶湖人，死忠豪迷们能找得到不掏钱的理由吗？我来提讯黄瑞宏蔡清景采访报道。